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面孔，像个鬼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今天这个海鲜看来也是吃不成了。最近在涨大潮，看看这个海水一天都没怎么退，从早上开始到现在就是潮水就这么大，没怎么退，只退了一点点。看一下，早上是到那儿，现在是只退了这么一点点，所以还是挖不了海蛎啊。没办法，今天还是海鲜还是吃不了。然后我的那个什么钓鱼竿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，现在又没办法钓鱼了，哎，麻烦了。到时候看了，要不再买一根钓鱼竿吧。现在先去买点菜来做个饭吧。那这两个叶子刚好呢，那啥，就是网上买了一只这个海南的本地的，就是什么文昌的三黄鸡，买了一只这个三黄鸡，然后我就想来弄一个这个椰子鸡。上次在那个东方的时候，那哥们请我吃的那个椰子鸡，一直都是念念不忘。今天呢，我就自己来搞一个。刚才经过那个两元店，然后顺道买了一个这个东西。这个呢，就是拿来这个什么呢，挖海蛎的。明天有一个朋友要过来找我，所以呢，我就准备去买一个这个东西，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呢，来这个啥，挖点海蛎。今天在那个出去绕了一圈，发现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海蛎可以挖的，然后呢，就明天早上早一点带上这个小工具就去挖海蛎去了。现在把这个两个椰子给它处理一下，拿着菜刀把这个皮给砍了，刚才忘记了说让他们帮我开了，哎，这是一个失误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的，等我给它敲开这里边的那个汤，给它拿出来，椰子汁拿出来，然后再等它椰子肉扣出来就可以了。先把这个再处理一下，这个现在两个椰子都给它开了，切好了，然后现在就把这里边的汁呢给它弄出来，这个鸡也给它洗好了，给它敲一下。汁给它弄出来，哎呀，这个是拿来煮鸡的，这个汤，这个椰子汁拿来煮鸡的，给它倒出来。看看，两个椰子，装了这么多的，倒了这么多的汁出来。这椰子汁就像白开水似的啊，啊！现在来把椰子的这个皮啊，给它敲了，这里面的椰子肉给它弄出来。把这个椰肉给它挖出来，这个椰肉就是要用刀背敲一下，敲一下它这个椰子壳，它就裂。怎么样？
啊，就给它敲开了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里面的椰肉拿出来，白白的这个椰肉挖出来，我们给它挖出来。慢慢的给它挖出来，这个呢就要等一下放到跟鸡肉一起下去煮，这样子呢这个就是特别香。挖出来，看一下哦，挖了这么多的椰肉，现在拿这个盖子先给它盖上。然后把这个鸡给它砍一下，鸡肉给它剁一下，做完了，我们再洗一下，过一下水。鸡肉还得过一下水的啊。鸡肉还算是比较新鲜的。鸡肉给它放下去焯一下水，焯水一下，因为这个毕竟是冻肉嘛，就给它焯一下水。这个鸡肉给它焯好水了，现在就把这个姜给它放下去。哎呦，然后把这个。这个是刚才挖起来的椰肉，给它倒进去，这里面是椰汁，直接给它倒在这里头，就这么给它倒进去，没过它，这个椰汁就直接没过这个鸡肉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就搞定了，然后。盖子盖上，看你这一点椰汁全部给它倒了，算了，就这么盖子盖上就可以了。把它放下去，这样子给它放下去煮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给它放在高压锅里面，给它煮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刚才。弄了一个蘸料，看吧，这个是蒜头、辣椒，然后还有一些调好的酱料，等会用那个油给它爆香一下就可以了。开始在出气了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气出起来真的很不错，特别特别香的那种，啊。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马上就要熟了啊！现在火给它关小一点，再让它焖久一点，看现在这个火还是有点大，来关小一点，然后啊，特别特别香。这个
可以了。哎呀，你给它细关了。哦呀，这个，哇，特别特别香。现在要把它把这个，把这个蘸料，用点油把这个蘸料给它爆香一下，呛一下。好，油给它搞里头，这油给它热一下，把那个蘸料给它呛香一下，这就很好吃了。来嘞，给它呛香一下，油给它，给它呛一下就可以了。给它拌一拌。这是灵魂酱料。哎，香。哦，开锅了啊！来嘞！哇，哦，太香了！哇，真不错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汤特别好，这里面全部都是椰子，那种椰汁。现在就给它加点盐巴。加点盐巴，然后再来点鸡精。OK， 就这样子。先给它倒到这个盆里面。好烫啊！现在尝一口这个汤啊。甘甜，特别好喝的那种。真是太棒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开始吃饭吃饭，尝一尝这个，啊，这苍蝇好多，很讨厌这个苍蝇。今天一定要喝上两小口。这个是上次那个老乡送给我的酒，都没喝完，还有应该还有大半瓶吧，基本没怎么喝。哎，不会没有了吧？有的呀。哦，嗯 ，OK， 哎呀，来整一口，嗯。嗯，上次吃了这个是在东方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直想要自己做，结果都没有做。嗯，鸡肉用这个高压锅炖一下，特别软，特别烂，挺好吃。明天要吃海鲜，明天一个朋友要过来，今天就是去买了一个这个小工具，今天呢就去那边转了一下，那边有很多的海蛎，就那边一个岸边的一个礁石上面特别大的那个海蛎，很肥很肥，等明天早上早一点过去挖一些海蛎，然后明天来煮个海蛎煎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自己煮来这么好吃。
这个汤也是特别美味。这个汤特别的鲜甜，这里面都没有水的，我全部都直接用椰汁直接放下去。那椰子它本身它就有那种甜味，椰汁里面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椰肉，那种椰子那种香味啊，真的是特别好。等明天朋友来了，后天再做给他吃，让他再尝一尝我的手艺。